雷姐，乱扔垃圾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，不是你表妹，雷姐，哎，终于来了。不是你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吗？这怎么搞的呀？咋了？啊？这怎么搞的呀？屁股上面都是泥。你盯着我干啥？又不是我让他摔的，他自己踩滑了。刚才这手上面都是泥。走回家去。不是，你俩干啥去啊？能干啥？我俩干啥？你看一下这身上干啥？还干啥？换衣服干啥？没事，我不用换。就换一下，搞得那么脏，走开！你在换衣服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走，滚！好看，你说穿穿裙子试一下吧。是的。不是。你啥时候已经这样的衣服我咋没见过？我跟你说，是我要想你的，以前上班的时候发了工资买的第一件衣服。不是，我平时也没见你穿过啊，我这下来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穿过。不是，在农村里面干活穿着像什么？你干活你穿个裙子呀？啊？要不你穿个裙子去干活？表妹，继续坐着，休息一下啊。走，干啥？这么凶？抓什么架？人家商量完，你带他去那个。何必，我跟你说，打死你！不是你干啥呢？洗了呀，要不你来？不是，待会儿他拿回去洗呗。拿回去洗，你给人家洗。啊，弄得那么脏。我让表妹自己来。表妹。哎。干啥？我给他洗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我让表妹自己来洗。表妹没事，进去坐着。快来！衣服，赶紧。你待会儿没事，人家换你洗。没事，你穿着裙子，你去里面，不用，去坐着。哎呀，乖了，去坐着，坐没事，两下就脱起来了。麻烦你了。你这件衣服什么时候的呀？我都说了，我打工的时候第一件衣服。哎呀，那得多少年了？怎么看着这么新呢？就放在那里舍不得穿了，然后后来。结婚了，嫁人了，然后天天带孩子干活，你不可能干个活还穿那么漂亮的裙子吧，对吧？我就放在那里，一直放。以前在厂里面上班，那个时候我跟你讲，我可瘦了。嗯。那个时候90多斤，只有90多斤，然后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真的穿什么衣服都可以穿，穿在身上都漂亮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穿不了了。现在我也不好意思再穿那么漂亮出去了。那件衣服对你肯定很有那个呗，就是那肯定有意义了，而是自己自己第一次赚钱嘛，第一次赚钱给自己买新衣服。以前小的时候就家里面没有钱嘛，然后穿的都是别人送的，就我表姐啊他们送给我的衣服都是旧衣服，衣服啊鞋子啊那些都是旧的，就鞋子从来没有穿过合脚的鞋子，都可能要大一码，然后穿着有可能或者说然后紧一点的，然后衣服那些都是人家就不穿了的，然后旧的，然后给我就接过来穿，等于嘛就对于自己来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新衣服。你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，赶紧去，我马上就洗干净，去别表面。我咋碍手碍脚了？去，跟我走开，去别表面。他那么大个人嘛，需要哎，走嘛，不要待在这里了，真的是，今天陪着他坐的。怎么办？去。小妹，你饿坏了吧？我忙了一下，你先吃点水果，今天都准备去做饭了啊。我帮你。你不用，来，这是客，你坐着休息就好了。你坐着，我去帮忙烧火啊。好呀，来，快点。这么主动的，快点。不是。这么大区别的吗？你不是说你要来烧火吗？至于动手不一定，快点烧火。来，表妹吃菜。这个菜是你表哥做的虫子，虫子全部被他做完了。表妹穿这个裙子好漂亮啊，这皮肤还穿什么都好看。你的裙子蛮好看的。蛮好看的，喜不喜欢吗？不喜欢，喜欢我送给你了。哎，不行。什么叫不行啊？不可以是吧？你别插嘴，这个裙子真的送给你，你拿回去自己穿。不用。真的，我觉得你穿着好看，真的，就我看到你就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一样，穿着嘛，真的，我一片心意，你收着，你别听你表哥的，
别插嘴，他穿的真的好看，这个裙子我穿，我现在是不能穿了，天天干活。不是这个裙子它意义不一样。哎呀没关系的，不是说没有，等一下拍张照片给我做个纪念就好了，真的我送给他了，我真的看到他就像看到当年自己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就留给他穿了好、哦听到没有？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嘛？收下吧，收下。真的是喜欢就留着。谢谢雨禾。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吃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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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条裙子真是一点啊，不要弄脏了，知道吗？弄脏了又不是不能洗，这话讲的。你吃饭呀？行。这个是娘版的，娘版的那个绳子。嗯，真的是。没事，你就让他洗嘛。什么让他洗？来者是客，我还让他洗，让你洗。来吧，我也洗。不，去外面坐着休息吧。哎呀，马上就好了。我们就不休息了。啊。我们先撤了。要撤了。对，明天他还要工作。我还是你表妹在这里陪我聊一晚上。下次吧，等他休息的时候，我把他给你送下来。真的不玩了。真的，他明天还工作嘛，把他送回去。那就。晚上了，我也不留你们，要走了。行，走吧，嗯、我送你们。没事，我们自己走。走，我送一下，我送一下。干妹，这个衣服我已经洗干净，拿回去晾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谢谢雨姐，麻烦了。嗯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？我们就先走了。再聊一会儿嘛，我还有话想跟他说。你不要打断我嘛。行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干妹，我跟你说，有时间你就下来玩啊。好。就没有上班的时候就下来玩嘛。好。长得好漂亮，记得要来找我玩啊！好，慢一点啊！啊，行。我跟你说，下次不要带人家去钓鱼了。行，记住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好。到了给我发个信息，表妹。拜拜了，姐姐拜拜。拜拜，有空要记得来哦。好。